叫林鸿哲，绰号阿努比斯，今年24岁。参赛就是平常做有氧跑步，然后重训这样。大家好，我叫吴耀，那这次是第二次参加比赛，没有什么，就是放开去玩，因为有经验了，那接下来就是随性的去打，不要输就好了。为什么想参赛？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放松的管道。上次哦，就是自己的节奏没有抓到，然后所以第一场很累，对啊。没有，对手很强，第一回吓到。